看看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每个人家里都是这样，真的很可怜呢。嗯，好了。尊敬的卢台长，啊，救救我的孩子吧！嗯，30年了，他是医生诊断是癫痫病，现在就是一直靠药物在控制。你给他小房子念过没有啊？念过。念几张啊？念了150多张。有没有好转一点？嗯，有一点点好转。我看看啊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82年属狗的。82年属狗。嗯，已经在好转了。哎呀，有一个男的在他身上。那个男的。嗯。脚有点不好的，就是你们家有没有过去家族里边有一个人脚不大好的，死掉之后有没有？这个不清楚，他爷爷18岁就出来家，以后他就不知道家里面怎么个情况。外公呢？家里有没有老人家腿不好的，走的时候？这不知道。现在我看到一个年纪大的腿很不好，在他身上。哦，这都说。所以你去看他癫痫的时候，先是脚抽筋，对，然后手在动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对。明白了吗？明白，请。这个小孩子，台长很容易救的。哎、为什么？你发愿许大愿。好。你就说我要念1200张小房子。好好好。好吧。那能办得到，一定一定。然后自己多放生。好，台长没有什么心灵法门，就是许愿、放生、念经。好好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儿子脑子很正常，我现在看上去他脑子非常干净，没什么问题。啊，好好好。他现在就是一个灵性，只要到他身上他就抽筋。就是。而且下去之后啊，不停的还在抽。对。我都看到了，明白了吗？就是他记忆力根本记不住，他想练大悲咒经他都练，他就是记不住。啊，记不住没关系，经常念照着读不就可以了吗？他不识字。不识字啊？嗯，不识字。真可怜。他那时候我告诉你好吧、嗯、我这次收的弟子当中有一个字不识的。嗯，你知道他怎么情况了你知道吗？他一个字不识的，观世音菩萨叫他念大悲咒，叫他念礼佛大忏悔文，他全部念得出来。哎呀，这个人今天在不在啊？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呢。哪一个啊？找不到了，在不在啊？昨天一个老妈妈说一个字不识的，观世音菩萨叫了他，教导他念了那个大悲咒和礼佛都念得出来的。在不在这里啊？那。这个就这个老妈妈，大家看见了吗？就她。那你现在相信不相信？人家一个字不识的，你现在就这个老妈妈。我告诉你，这都是真实的事情，所以你好好的念经，你儿子保证能念。好好好，好不好啊？好好好。你跟我嘴巴收点口德可以不可以？你嘴巴不要乱讲话可以吗？可以。你过去脾气太坏了，你很会讲啊，抓抓抓抓抓的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影响到你孩子的，而且影响你小房子质量的。因为你嘴巴这里在念经，这里在说坏话，这里讲啊骂人，你想个小房子质量怎么会好啊？你儿子效果就不行啊，听得懂了吗？听懂。好了。听懂。台长，我再问一问我的母亲，过世了已经。讲吧。1929年的属蛇的。1929年属蛇。啊。嗯。段树田。哎，这个活人报生肖，死人报名字，你把名字告诉我就可以了。哦、好。段树田。树是什么树啊？叔叔的叔加三点水。啊，段树后面呢？田是个田地的那田，一个金字边。啊，看到了。啊。瘦瘦的，个子不高。对。在地府呢？在地府。哦，我也给他念了小房子。你赶快给他念。好吗？好。他现在小房子不够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小房子他要68张。68张，好。好了。好，谢谢台长啊，谢谢。感恩台长。